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刘思颖，目前在大众银行上班。我从小住在十里街，我很感恩的就是我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长大。我们小时候很常搬家，所以我们无论搬去哪儿，我们都会找一间教堂。到我们搬上四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去到一间靠近我们家的教堂，那就是水恩堂。在水恩堂，我也参加了水恩堂的少团。在少团影响我最深刻的一个课程就是真爱要等待。在参加真爱运动的课程当中，就有一首歌就是真爱要等待，就告诉我们爱要去等，然后还提倡说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。那时候有个牧师就告诉我，你们就要开始为你的另一半代求，然后我就有开始做这样的祷告，而且我深信神一定会安排一个最好的给我，所以我没有随便去进入一段的感情，然后对婚姻也抱着一种很慎重的那种态度，所以我就谈了一次的恋爱就结婚了。我在恋爱时期就很甜蜜很美好，而且我很细心小心的去经营这个恋情。我就在2006年我们就进入了婚姻。在结婚之前，我就有看很多的书，就是鼓励我们要在婚姻生活当中要有沟通。所以我结婚过后就有抱着这样的希望，说能够跟我先生也有这样子的互动。结婚开始的几年，我们比较常在沟通方面出现一些问题。我的先生不是很喜欢跟我沟通，因为说他觉得我跟他讲话都是抱着有抱怨啊，有一些不满啊，都是讲一些负面的话。所以因为小小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就很常就吵架，而且会冷战了好几天。在有一天早晨，我在也是如晚餐一样的去上班，8点多这样子，我驾车去，还是抱着那种很生气的那种心情去上班。在驾着车的时候，我跟神祷告，我跟神讲为什么这样子，还是有那种跟神抱怨一些话，说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。那时候驾着车的时候，前面有点塞车，就看到一队的送兵队伍。一般上我们看到这个送兵队伍，我们都会觉得大清早看到这样的东西很不吉利。但是那天我的得到的讯息却不是这样，我是觉得当我看到这个送兵队伍的时候，我就直接问神，为什么你要让我看到这个？你有什么信息要给我？原来他要让我知道要珍惜生命，就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，也包括我还在生气当中的丈夫。后来我就一下子就释怀了，没有再生气了。每当我生气的时候，就会想到这一幕，也让我一下子冷静下来。我很感恩，现在我结婚进入了第7年，也有一对的可爱的儿女，还有爱我的丈夫，所以我觉得不必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而生气，希望用我的一生来宣扬主恩，传扬主爱。